泰国人相信十字路口是阴气最盛、游魂野鬼最多的地方。想见他们，就要带齐三餸一汤、饭碗和筷子。在午夜之后，找个十字路口布住。我们的目标是饿鬼。喂，嗱，一阵间你不停咁敲啲碗碟，啲饿鬼就会自动出嚟食饭噶啦。系咪真系得噶？一定得，本书系咁写住噶，信我啦。喂，等阵见到鬼，千祈唔好嗌啊！你顾掂你自己先啦，到时见到鬼你唔好走添啊！仲有记住敲碗嗰阵咧，千祈咪停，一停低，俾啲鬼见到你咧就弊噶啦，知冇？俾鬼上身嘅嘢可大可小噶，明噶你？冷静啲，继续敲，唔好停啊！做咩啊？哇！咩啊？做咩？做咩？做咩？见到咩喂？都冇。咩啊？见到啊！静啲，静啲，静啲，静啲。继续敲啊！继续敲啊，唔好停啊！